午后的商场人来人往，但最吸睛的是这群来自四面八方的爱心天使。我觉得这样子可以帮助到人，说不定有缘人就有那个重生的机会。就是那些辛苦的人很辛苦，想说如果有机会的话，就很蛮愿意帮忙。刚好今天经过他们，刚好在这边办这个活动，我就带着小孩顺路过来。他要的周边钱拿起来，其他什么雪小北、红雪球那些，通通再还给你。从捐赠过程到验血建档，志工有问必答。曾经都是捐髓者的夫妻档也到场分享经验，更带着刚满18岁的儿子一起来建档。我爸爸妈妈就是有捐过骨髓的人，就是种一个因嘛。然后如果有配对要成功的话，就是结一个缘呐。家庭的支持是很重要，我们是互相支持啊。我支持他，他支持我这样啊。那你像我现在也是照样捐血，我捐血已经160几次啦、啊，照样参加路跑，参加100多场啊。所以说捐后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差别啦，都愿意去建档了啊，就是有机会当然要把握啊。而这一念爱心让受髓者的生命得以重生，曾受到帮助的蔡女士更感激有缘人的相助。她不只救了我，她也让我两个女儿有妈妈陪伴，然后延续我的家庭，然后也因为有她，所以我才改变我自己，然后走进慈济，然后重新认识自己。爱心汇聚120馆验血建档，增加更多抢救生命的希望。大爱新闻雷亚吴博勋新竹报道。